这里是那个水管的安装，如果说这个压缩机有那个水管的冷循环和出水的话，这边也是。这边是一个自动水循环系统，这里没装。水管怎么安装的方法？水往上面走，然后水这样子下来，抽一个缝。通向主通向就是，然后这边也是非常的方便，这里也是一样。